家宠顽皮，阁下别跟他计较，请进屋中一叙。王盟主，请坐吧。还是说我应该叫你风水宗传人？这都是小事，我今天是为了你的真实身份而来。楚毅，你到底是谁？阎罗仙尊，你听说过吗？当然，那可是冠绝仙界，压制万邦的存在。难道你是他的门徒？不，我就是阎罗仙尊本人。怎么会？他不是在渡劫中身消神远了吗？确实，不过我跟你的遭遇一样，也在人界重生了。您看出来了？没错，接下来该你说了，你在仙界叫什么名字？我前世乃风水宗宗主风水子。啊，我记得东山脚下的那个小宗门。是，跟太极宗比起来，其他都是小宗门吧。你想要八岐大蛇的残魂，莫非是为了回仙界？没错，根据我的推演，仙门将在五日后开启，到那时只要灵气充沛，就有机会重回仙界。跟我预想中倒是差不多。这几日你就在我的山庄住下吧，等待仙门开启。是。神门洞开，太极归来。连个人影都没召唤来，太极宗果然还是遭遇了不测。咦，仙界有人回应我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何灵气如此稀薄？你是何人？为何会从我太极宗的仙门石碑中出来？我也奇怪呢，突然被一股金光笼罩，再一睁眼就到这儿了。难道是因为仙界灵力紊乱，牵连了无辜路人？话说，这到底是哪儿啊？这里是人界。人界？听你的口气，似乎知道仙界的事。当然，我乃是纵横仙界的无上神帝，阎罗仙尊。见鬼啊！仙尊早就陨落了。哼，这个地方奇奇怪怪，人也奇奇怪怪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肚子饿了，要找地方吃饭。我知道哪儿好吃的，跟我走吧。你确定要召唤仙使吗？不然呢？难道让楚毅这种家伙一直踩在我们头上？众神殿，恭请仙使降临。来了，是赫泽大人。陈大师，仙门开启点就在这里。好，准备开启阵法。若是此番能迎接到一位厉害的仙使，我等的修为必将更上一层。阵开。这就是神仙吗？好气派啊。几位朋友，欢迎来到。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大胆，区区人界的蝼蚁竟敢攀附圣女，罪该万死。不好，大家都躲到我身后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